米雪近日在 IG 铺了同好朋友聚旧的相，其中一个是早前传出中风的松哥刘松仁。这日米雪出席活动就否认松哥中风的消息。他是在后台，因为很多集团的东西，有道具啊，有灯线啊，这样踢亲，这样跌得严重一点。在报道中都见到松哥要撑拐杖行路，不知道松哥的康复进度怎样呢？非常之好，我们有时候叫他喂行快啲啊！我话唔得唔得唔得，唔可以。好听医生话，我自己跌亲跑步，医生叫我休息两个月，我第三日已经跑啦。啊，我点同你啊？唔得唔得，真系一个好乖嘅。由米雪铺嘅相入边都见到松哥好精神噶，非常之好精神啊！咁同埋佢不停咧喺就算系跌亲呢段时间咧，佢都不停喺度工作噶。咁就開會啦，咁因為咧佢要俾啲好嘅舞台劇我哋睇啊嘛，咁好開心啦。我知道佢個舞台劇咧可以衝出香港啊，咁有好多地方咧邀請佢去參演啊。米雪仲話同松哥久不久會見面，成日問候佢身體狀況，又會做佢嘅司機，亦叫大家唔使擔心啊。